很多看上去轻描淡写的事情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。他老是跟人格格不入的，也不太好。他是一把双刃剑，锋利无比，闪着寒光，就看你怎么把握了。你是怎么死的？死者是设计师，在园区租的工作室。快递员报的，说是来的时候发现门大开着，人已经死在屋里了。找到凶器了吗？凶器还没找着。白衣组已到。这不是一起事件，而是案件。尸体会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。肝脏温度显示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小时。等你们了解了他，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医。杀人必须偿命，但谁杀的，谁来还？有目击者声称在现场看到了秦明。秦明？不可能。创口很深，但是裂开的程度并不大。凶手对人体的结构很了解，他很谨慎也很有信心。从作案的手法上来看，很有可能是蓄意的。你是在怀疑我？秦阳，凭你的手段杀掉一个人，且不留痕迹，这并不难做。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知道大家都想让我把证据弄出来，可是尸体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只有杀人不说人可能才有可能成为毒品。你是谁取决于你的选择。我怎么就变成仇人了？我跟你是一伙的。确认听我数，一二三。我们不能为了抓到一个怪物而去制造另外一个怪物。Are there moments where two identities can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？我可以死，但是我不能命。